我们这儿有个小问题啊！一早我倒是听到了敲打声，原来是这儿。见了没多长时间。管家，这桥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是女公子和程四娘子给二位行礼了。这桥啊摇摇晃晃，它走着不踏实，老奴呢就想找个人来修补一下。谁知道这桥啊它甚是蹊跷。 无论动哪根木头都会牵扯到其他，看来啊只能拆了建作新桥了。我正准备去告知将军呢。万伯父修缮这宅子，当真是花了不少钱。七家子，嗯，这碧湖可是用的活水，这湖水啊引自城东郊，但是水渠建造，阿府就足足花了万贯。哇，大母收成之时啊，我定让王林他们看看，我家府邸那绝对不输汝阳王府。 哎，妹妹这是要做甚？快随我一块去马场啊！阿紫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最喜欢建造工艺，我想趁这桥拆之前，再好好端详端详。走吧。都是要拆的桥了，我可不想盯着它发呆。那我先去马场，你看完桥边逛。阿紫，将军学起吧。一会儿便来。哎， 只是身上近日即将西巡，未曾寻到那蜀地堪舆图，在下甚是忧心。当年蜀中乃是万将军带兵收复，万将军真未见过堪舆图，未见过。自然没见过。林将军，你瞧瞧万宅，还缺那点宝物不成？我留个藏宝图干什么呀？ 眼下子什么去？哎，对嘛，卑职有幸得圣上赏赐大宅，全家上下丰衣足食，感念圣恩还来不及呢。我留我什么看什么图啊？干，林将军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如四处逛逛。 林将军，刘部，此桥乃危桥，踏上两步，此桥就会塌。哎，不如这边逛逛。危桥。原来是座危桥啊。 哎，那可得小心点啊！哎，对，是得小心。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的万家，真是阴魂不散。